大家好，我是 Emma。 很多客人都会问我，和风室内设计是一个什么类的公司？简单来说，我会答客人，我们是一间以人为本、贴心、致力帮客户打造一个理想家居的公司。为什么贴心？我们会聆听客户的需要，根据他们的设计风格、budget 和施工期，去打造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。设计源于生活，生活以人为本。公司给到很大的自由度，我们设计团队可以专心由客户的方向出发，设计风格会因应不同的客人需要，给到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最舒服的生活空间。做到以人为本是一件事，不是一句口号。在这里多谢这么多位客户多年来的支持，展望将来，和风希望传承我们以人为本的概念，为大家打造更多理想的家居。